么逃罪了？哎呦，生生整活了开始。我们要听 live。好牛啊！哇，好高啊！还是没忍住，还是给他们凑了素材了。但凡咬牙忍两分钟，他就白放了这歌。勾引我的歌音，你刚才这两个高音好了，可以停了。素材够了，来下一首大鱼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台柱子周深来给大家表演一下，来来来，并且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好吗？嗯。大家好，我是男高音歌唱家周深。一般我都不唱歌，我也不会就是像郑恺先生一样带出这样的徒弟，不像郑恺先生一样唱整部歌剧，我都是大家唱完了然后我去结个尾，我都只会唱一首歌 Time to say goodbye。 好的，对，我也是刚刚唱完过来的，表演一下吧给大家。好，嗯。 Time to say goodbye。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吴老师，不要再挂我的名字了，吴老师，不要再挂我。看到我们一票难求歌剧团的实力了吧？你们俩像卡了个口痰一样，这
这唱啥呢？这唱的是我们《宁安如梦》的主题曲《借我》。哦，借我一缕风轻，解不开的我。这期播的时候，《宁安如梦》可能还没播吧？先把宣传做了。对，就是迟早会播的。有些时候，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，你却没有说一个字。你只是挥一挥手，想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。酒喝到七分，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，想看到人生终点。或许再过上几年，你也有张虚伪的脸。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。每一天一点，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。有一套房子之后，才能去爱别人吗？总是以为春风之后就能抚平伤痕，以我变卖这错过的人。当青春耗尽，只剩面目可憎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梦境夜半突然醒来，想被命运叫醒了。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条春天的闪电，想看遍这世界。都是少年，赞。
请准备三二一。哎呀，这么可爱吗？这个好久啊。对呀、啊。哦，这么快。哦，这都没穿好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空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。来这唱的太好听了吧，不能和你分手，和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是没有扣的。当太阳不再升起的时候，历史不曾转动。当春夏秋冬日来变换，全部丢散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你什么话呀？终身今生最大的眷恋。让我们红尘作伴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青春是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醉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落了俩帽子、啊、因为我看到我有帽子，我不知道有帽子、哦、我也不知道。三个地主家的傻儿子、啊、不是你们进去怎么知道这身是周深的呢？因为这个小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我都没犹豫我就去穿这一套。接下来请观众评审打分。哇，这么少。欢迎，你会吗？谁的喜欢？陈洁仪的。可以啊，那喜欢你。喜欢你吧。喜欢你，喜欢你。喜欢你吧。好，第一组成员挑选的歌曲是陈洁仪的《喜欢你》，请出歌。喜欢你是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暮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。贴心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醒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他俩就不对了，完了完了，你俩这差的老大了，你俩这连合唱都达不到啊！完了。BBQ 了 ，BBQ， 我唱快了，好像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白鹿的回放。我喜欢这样变成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轻触我每个手指感应。我知道。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我慢很多吗？我慢非常多吗？挺多的，挺多。你慢了半句。白鹿快了0.2秒。哎，算了，那成了，在0.5秒以内。可是我，我们来听一下周深的情况，听一下专业歌手，专业歌手的节奏。
你这样慢了，这就慢了。有朝一日，白鹿在教周深唱歌。哦，慢了，慢了。我知道，他在诉说着承诺言。对不起，周深慢了0.8秒。超过0.5，所以这一组第一次挑战失败。这个真的好难，越慢的歌越难。算了，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摆烂了，把那舞台弄在这儿得了。他们俩都没过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深深那个是对的，他这是一种故意的一种。我有一些我自己在处理，你知道吗 ？Lay back， 来 ，lay back， 请接受惩罚。哎，你这头发我觉得撒的更疼。好，两位还有一次挑战机会，可以再挑选一首歌。要不就爱你，爱你是不是比较好唱一点？可以，爱你吧。好，两位第二次挑战，爱你，请出歌。我给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哦，半上床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。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这个应该 OK， 应该 OK 的，应该 OK 的，这个应该 OK， 这个应该 OK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成了，这个成了，必须成了。给我都弄得我手都抖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紧张的。看一下这一组的答案，先来看周深。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哦，戴上双眼，我在努力憋住了。多一点。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哎呦，难一点，应该在我0.5之内。差不多了，这个。差不多。这很准了，这很准了已经。0.1，很准了，很准了。周深刚刚慢了0.18秒，在范围内是成功的。接下来看一下白鹿。要先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再上手一点。哦，你节奏好好哦。让我心甘情愿爱你，爱你，卡在点上，节奏大师。白鹿这个很厉害，他快了0.01。所以我们成了，对不对？0.01几乎就没可以忽略不计了。所以恭喜两位挑战。我俩来赶紧的，早弄完早那什么。请导演组为我们播放黑豹乐队。无地自容，你害怕不怕成为你们的结局？天哪，我都没听过。是我们最后的脸面，请出歌。不必在乎许多，更不必难过，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。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，太多了吧，右边。一样一样一样美丽。完了，差点完了！笑声太好多。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，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哎，有点夸张哈。差了这么多吗？真的，你快太多了。渣哥，你快太多了！渣哥，你真的无地自容。你真的很不想去哎！我真的会离开你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这里沙了沙了的，他会有一个白噪音。你就是想要离开我。所以你不能这样，你得这样。这样和这样有啥区别？有区别。那我们看一下沙哥的情况。太多了吧！好，从这已经看出了，已经快了，已经快了，走远了，已经走远了。因为他喜欢越打越快。你自己清楚，你我到底想要说什么？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你都唱完了，还没到。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哦，哎，沙哥，你唱出了回声的感觉，快了10几�秒吧？快了4.18秒。